不要。啊、一个三你都不要？我要不起，你要得起你要吗？四个胎，人家出一个三啊，你不要我也不要吗？打牌就是需要这样的气势。行行行，你有气势你来你来。要不起，飞机带翅膀，黄炸过。你都是什么牌呀？怎么什么都不要？黄炸呀，你要得起你要吗？我不要，你来。一个四，我炸。你就炸个四，气势。打牌要的就是气势。我不要。一个四，刚刚人家出三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出四？你现在出四干什么？我乐意。行行行，我不要不要。二，我炸。哟，炸弹还不少哟。别的不多，炸弹多。不要。一对四，你这是三个四拆开来出啊？我愿意。我怎么会跟你是一家？一对二，套一张，要不要？不要。等会儿。四个九，我炸。啊，咱俩是一伙的，他是地主，你炸我干什么？炸了翻倍，翻倍。行行行，你出你出，一个三让你先走。哦，不要。一个三啊，我知道是三啊，我要不起呀、啊、三你都不要，你帮我什么？我能剩什么？三啊，你说吧，你剩什么？我也是个三啊。你气势，你气势，我不是让你先走吗？你这是一对三啊，你怎么不一起出？这才叫气势吧？不是你说的气势吗？关我了。有人。一个三，不要。一个三你都不要？我要不起。